有听过吗？好。总是这样的一个天气，带来一种无奈的情绪。有时疲倦的不想出去，什么快乐不快乐没那个心情。这不是一场梦，一出电影，追逐生活。西风循环的光影，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，海风轻轻吹，温柔的声音，海风轻轻吹，总是这样的一个天气，带来一种无奈的情绪。有时疲倦的不想出去，什么快乐不快乐没那个心情。这不是一场梦，一出电影，追逐生西风循环的光影，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，海风轻轻吹，温柔的声音，海风轻轻吹，时间在咖啡，时间清醒，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间休息，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间清醒。Thank you.
大家。好，这是我们音乐总监杰润哥，然后黑孩子不，台东在地的鼓手老师大海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，那希望未来的日子呢，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支持铁花村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就下课，晚安，回去路上小心，随身行李要注意，再见，手机充电器，钱包钥匙，皮带外套，谢谢。